四坏球保送。三局下半，龙队没有人出局，靠着两次金。垒上跑者走了，刘基宏打成了一支中线的穿越安打。现在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，跑回了追平分。而且乐天桃园队自己又差一点再发生失误，好险后面还有补位的选手。哦，刘基宏在这时候真的上演了道歉野球，打下了追平分。哇，刚刚这个球就这样打得很漂亮哈、哦。那两出局之后，球一投出去打出去，垒上的跑垒员就是往本垒这边来推进得分哈、哦。那刚刚在一垒垒爆的一个张振宇哈、哦，他真的快马加鞭的来到三垒，那陈诚威这边回传过来，虽然最后形成一个爆传，可是重点在于投手的补位真的做得很到位，避免掉了，对，就出现在正确的位置，对，这个补位。